肚子好饿呀，哎，这是啥呀？果子，你没看见我的铅笔呀？我找了半天呢，我急着用呢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不是我的铅笔吗？快给我吐出来！果子，你怎么吃我的铅笔呀？你真过分！我肚子好饿呀，你忘了我还没有吃饭呢。哎，我差点忘了，你等着，姐姐给你做好吃的去。哇塞，小蛋仔，库洛米奥特曼，我喜欢，我要吃。哇，是小蛋仔来了耶，我听到你说话了呢。这么可爱的小蛋仔，你们想吃吗？我替你们尝尝吧。好可爱的小蛋仔呀，圆嘟嘟的，好像一个小球球。哎，这是啥呀？好可爱的奥特曼小人仔呀！啊，这是奥特曼的儿子吗？他是奥特曼的琥珀糖。这个奥特曼头好大呀！当当当，库洛米来了。库洛米的耳朵好像小天线呀，快把你们手机里的库洛米打出来吧。这个蓝色库洛米好漂亮呀。伙伴们，你们喜欢哪一个呢？喜欢就把你们喜欢的小人仔打在评论区里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